欢迎收看信邦新生代。大家好，我是 HR 用。那我今年23岁，目前就读东吴大学工商心理所硕一。大家好，我是 Stella。我目前毕业于淡江大学的英文系，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招募，大概来了快一个多月喽。那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维护系统后端，有一些要开办面授课程的基础资料。那再来，其实最近像是有很多外聘的讲师会来我们信邦带新进员工做一些教育训练的课程，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担任旁边的一些小小助理，好，然后可以协助讲师这样子。好，那第三个任务就是每周一，其实他们会有一些新人来报到，那我会负责新人引导的部分。我目前这边主要是负责招募的工作，从最一开始的筛选履历，再到推荐给用人单位，最后是要联络候选人以及安排面试，这些目前都是由我负责的。那其实我觉得跟学校不一样的地方是，其实我们在学校都一直在不断的汲取知识，可是当我们来到公司以后，其实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运用到工作场域上。我之前是有在其他地方工作的经验，那我觉得之前的主管跟信邦这边的不太一样的点是说，只要你可以证明你有能力，那他们一定会给你发挥的空间。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那时候人资部有一个招募的广告想要打在104上面，那时候已经有一个主管想好的文案了，那我主管那时候就询问我的想法，跟主管微调了之后，隔天我在104上面的首页看到的就是我想的文案，所以我觉得这边是很会给大家发挥空间的舞台。我会想对实习前的自己说，谢谢你当时这么勇敢地踏出这一步，那让我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可以有满满的收获跟成长，你是很棒的。我会想要跟实习前的自己说，唉，还是别熬夜了吧，早点睡，身体还是要顾，才不会像我现在每天都要喝波蜜。对，然后早餐也是要吃，因为来信邦实习的每一天都是非常充实的呢。信邦新生代圆满结束，加班了，谢谢大家。